别说话，听我讲。白小军这会儿应该在你身后。继续往前走。走啊，你不是要找陈巧吗？我带你去啊。是吗？天才，你不是想找陈巧吗？去吧。巧。喂，王老板，我搞定了。嗯，很好。准备好和你的未婚夫分别了吗？我没有未婚夫，只有事业。嗯，很好。我就说他很奇怪。没想到是他抓走了天才。哎，大家，误会了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了啊！跟着他去的地下室，亲眼看见他把天才锁在那儿，能有什么误会？嗯，啊。喂人，他把他去锁这儿的，听见了吗？再乱说话。你妈和陈巧都得死。你撒谎，明明是我跟着你去地下室，你在后面打伤了我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大家都看见了，他故意接近天才，为这事儿四婶还跟你吵过。艾山跟四婶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，要欺负天才早就动手了。艾山平时看起来挺凶狠，没想到还挺仗义的。四婶，什么话想好了再说呀？啊！干嘛？我哥不是坏的。没事吧，四婶？我们是帮四婶找人的，你说话呀！我，你说呀！四婶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他儿子丢了，没有理由证据就来我这儿胡闹一通。现在人家艾先生把他儿子找到了，还找到了伤害他儿子的坏人，他当然有理由要相信艾山了。万通，你才是那个坏人，是你绑架的天才。白小姐，你可是公众人物，不要信口开河的说话。你说我是坏人，证据呢？那你们说，是我抓走了天才，谁看见了？我看到了。哎，陈巧，你脑子坏掉了吧啦？你跟我哥这么多年感情，你说退婚退婚，现在还出来泼脏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差点跟他结婚了，但是他有暴力倾向，总是还好我遇到了万先生，搬到了这里，但他还是不放过我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今天白天，我的确看见他带着天才去了地下室。那是四婶让我们帮他找人的。四婶，你说呀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
原来是小军嫉妒我和陈巧在一起了，才诓骗四婶说是我把孩子给弄丢了。四婶找儿子心切，就来我这儿胡闹一通。哎呀，这么危险阴暗的人怎么能住到咱们这儿呢？得把他送到警察那儿才对。你，四婶，不然的话天才可能还会有危险的。外卖员，轮进来去，欢迎欢迎。四婶，四婶，大家确实是个误会，是我自己想讹万先生，把天才锁进地下室了。你，四婶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谢谢二轩，小军是个好人。四婶，小军。我这房子我不租了。四婶，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大伙儿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我们好心好意帮你找儿子，我哥还受伤了，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小宁，别怪四婶了。我不怪他，难道谢谢他吗？小军儿，白小姐，实在对不住啊，万通我们也惹不起呀、啊，我们孤儿寡母的又能做什么呢？你们走吧，离开这里。我带着天才，也离开这里。走，天才，天才，妈妈话，天才，妈妈话。天才，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在地下室看过陈巧画的迷宫？那个不是他。那个不是他是谁呀？双胞胎吗？天才，看着吧。乖，没事啊，哥哥答应你，一定会把巧救出来的，好吗？嗯，乖。给我的。谢谢。小静。以后有需要什么帮忙的，就来找我啊。我们回家吧，啊，天才，跟妈妈回家。所以你都知道对吧？整个公寓现在有谁能不知道吗？陈万通远比我想的更厉害。你不觉得这次陈巧回来以后像完全换了个人吗？变美了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。皮肤表层的自我更新时间是2到3周，指甲的完整生长周期是6到10个月，骨骼的更新速度是10年，21天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，3个月就可以走出失恋期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上不变反而很难，变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可是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陈巧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或许他是遇到了真感情，陷入情网了呢。你知道可真多。如果每天遇到的是我，会不会爱上我，和我在一起？逗你玩的。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该走了呀？是该走了，不过是去这儿。